多点它是蛮幼稚的。我觉得可能你会觉得很奇怪，我为什么会留给你啊？我也奇怪，小可自己也很意外。因为今天一天我们之间的交流确实是特别特别的少，但是一天的偶尔的时候观察到吗？你是一个比较社牛的人。你来过吗？来过。好玩吗？没玩，转机的，转机的。女孩喜欢听这种搞笑的哈。如果可以的话，希望以后有多一点的互动吧。还有就是，你觉得我对你这个社牛的肯定，你觉得是对的吗？如果你觉得是对的话，你可以当场证明一下吗？我回答的问题是的。怎么办？后悔问了。看不透哈。我说你真的看不得这些，头好痛啊。哎呀，可怜啊。是的，葛凌波。啊，小葛，你今天会不会想到？小葛，我会给你留。小葛给张扎，好突然，好疯狂。其实，在第一天的时候，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高冷、难以接近的一个人。我当时也觉得，我们应该之后也不会有接触，再也不要接触了。别都轻松。我从别人口中听到你其实是一个很外向的人，然后话也很多，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需要自己接触一下才能知道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不说找机会回答你第一天的问题吗？那我就现在回答一下。亮亮的天空细吹，救命啊。你觉得我对你这个社牛的肯定，你觉得是对的吗？如果你觉得是对的话，你可以当场证明一下吗？亮亮的天空低垂，不对不对，是童真。黑黑的天空低垂，亮亮的繁星相随。耶耶耶，好诡异。我自己感觉我话还比较多，所以你明天如果愿意和我一起接触的话，你可以喊除了我以外的另一个男生的名字。果然喊了另外一个男生，甚至不在这个节目里。鸡贼，这小狗。如果说你不愿意和我接触的话，你直接大声喊出我的名字就可以，就这样。还有一条啊，正正给他的吧。这么久吗？这也太扯了，真的好多啊。但没有，他除了回答问题，他应该前面还会有一些，你们俩之间的那种回应。确认只有一条。哎，正正没给他留言，正正居然没给他留言，正正留给谁了？正正不是给泽泽留了吧？我真的看不懂啊。现在请同学们起立。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小测试，请同学们往前走三步。这是干嘛？没人知道要干嘛。可以往你们的左边走一步。这里有鸡叫，怎么还有鸡叫？这么神秘吗？哎呦，哎呦，小葛一肚子坏水的感觉。我们刚刚看到，有的同学会出现颤抖，或者是哎呦了一下，哎呦。其实这种我们刚刚进行了一个抗压测试，这种测试其实是潜意识里的一个下意识反应。好，请同学们摘眼罩。欢迎来到
心理学恐惧课堂。刚刚是不是你在拍我？你猜。不然呢？他自己快失去信念感了。老肖也笑，就是那种这个孩子、啊。我猜可能是另外的人吧。然后我们来玩一个小游戏，暗香摸雾。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个很奇怪、很恐怖、也非常不可思议的东西。恐怖箱，你们可以都来摸一下。我们录综艺都好多年没摸过恐怖箱了，已经是有点过时。然后你们都可以上来试一下。如果是我，我不喜欢上这堂课了。害怕是不是？我不喜欢人吓我。等一下，怎么有毛？我害怕，我怕是鸡。我怕是虫子，救命！哎呦，怎么是软的呀、啊？还是湿湿滑滑的？你先说一下，你觉得这里面是什么？鱼是不是鱼？感觉像兔子还是？兔子。我觉得像是那种玩具的那种黏黏的。蛇吗？不会玩这么大吧？都不对。什么嘛、啊？果冻。这个课程设计满分啊，又甜又虐。谁说有毛的？我为什么有毛啊？我摸到了。对，然后其实我们的恐惧，我刚刚在这放了一瓶水，其实这就是恐惧，可以分为这是上下两层，上面也是我们明意识，也被称为客观意识，就是我现在和你们对话的时候的意识。下面是潜意识，其实潜意识会比明意识多很多。刚刚你们的恐惧大多来自于你们潜意识展开的联想。接下来来个最恐惧的，喝了他吗？我们今天的课堂，我也会教大家如何去克服恐惧。老师，哎，恐惧是一定要克服的吗？这个问得好哎。但有的人他会想克服。然后我们如何去克服恐惧呢？就是心理暗示。我下面选一个同学感受一下心理暗示。我来。这儿吗？对，两人可以一起，你们都可以离近一点。那个各位可以把那个，哇哦，是很害怕吗？是的。看你们这个手紧紧握住。恐惧增强亲和动机，不由自主的拉手或者拥抱。对，就像我们玩密室的时候，大家都对抱在一起，是的，抓在一起。请各位闭眼，全身放松。现在你感觉到很舒服，你在一个阳光房里。啥？他说啥？放松训练。四周铺满了玻璃。这时，你看到一束光，那束光很刺眼。你盯着那束光，现在你可以跟我说一下你们对高空的恐惧，打几分？十分。五分。OK。接着盯着那束光，你的头皮放松了。想做泰式了。女生盯着那束光，她在盯着谁？她在盯着她的提词器。有一块云渐渐地向你飘了过来，你的身体躺到云上，现在来到了100米的高空，云也在慢慢上升。这时你会感觉到高空和你融为了一体。我怎么感觉有点好笑？你很舒服的，像一块打湿了水很多水的毛巾。现在你是否会感觉到就是对高空没有那么的厌恶它？如果是你打分的话，1到10分，你打几分？10分。真的好困。好困。现在可以说话。你看都睡着了。
可能降低了一分，就是八分或者是九分这样。很给面子了，三分。OK， 你继续飘在空中。可以不飘了吗？飘出天际线。飘到什么时候？然后我倒数，你们会慢慢的可以睁开眼睛。真的，张张的耐心就剩这么一点了。他们俩后不后悔选这堂课？一，你会很享受这次我们的旅程。看后面。看后面。啊！我不做，我不做。不对呀、啊，一个直升飞机停过来，他们俩听不到？对，不可能。你接着盯着那束光，那束光很温暖地照着你，包括你的手掌，也渐渐、渐渐地放松了下来。我们冒昧了，我们冒昧了。你们看到这个是什么反应？焦虑。焦虑。其实，在这里我们容易产生心理摆效应，就是我们的心理像一个摆钟一样的。你现在越高兴，你等会儿可能就越会害怕；你现在越非常非常的害怕，你等会儿可能就会高兴。它是呈现这个降的一个状态。张张肯定也是跟我一样害怕坐飞机。你们会想跳伞吗？会，我在那个纸上游戏。等一下，但是，我自己帮你们联系了跳伞，但是今天因为天气原因跳不了。本来是跳伞。跳伞绝对不行。感谢这个天气。害怕吗？我是不是？爱情要在飞机上见证。哎呀，云层很厚哎。哇，其实我觉得蛮拼的，要是我就不上。我肯定不上，我绝对不上。等一下，还没有下课，就是还有最后我总结一下，其实刚刚的催眠可以看出效果并不是特别的好。对不起，这个课上的不是很成功，是因为我的恐惧太深了，就是没有办法。好，不用安慰我。不管怎么样呢，如果是想克服恐惧呢，其实都是还在看题词，老师没有把课件背下来。对，就我打了一个小草稿。我们要克服恐惧，就是我们必须要面对它，而不是去逃避它。如果是今天跳伞的话，你多跳个几遍可能就不害怕了。跳个几遍，恐惧会随着我们的时间推移而减少。想起迪哥说，人生不是所有事情都要面对和尝试。好，就这么多，下课。下课，好，老师再见。同学们再见，拜拜。张张你好，张张你好 ，Pico，今天很高兴能和你相处。我记得今天在催眠的时候，你一直在那笑，然后我也快绷不住了。其实我一直在忍。你看他们两个闭着眼睛的时候 ，Pico 一直在看张张。其实，后来就是到上飞机的时候，然后我们在空中，你也会主动跟我聊天，然后你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的高冷，那么的不可让人接近的感觉。终于有人看懂张张了。我也想明天和你单独出去。如果说你愿意的话呢，听完这段录音不用回答任何问题就直接走。如果说你想和其他人再了解了解，你就可以说出那个人的名字。哦，那他也不愿意说出那个人的名字。就这样，拜拜。他好难受，太虐了。
如果说想和其他的人再了解了解，你就可以说出那个人的名字。如果他俩挺对的，你会难过？感觉有点遗憾吧。对异性的好感排序：三、二。这个时候能不能说一句正着？能不能？最感兴趣的异性。好了，来，正着。说呀。五、啊。没问题吗？所以他需要别人主动。嗯，哎，我好希望他说出来啊。对呀，哎，对呀。主要那边进度太快了，他再不说就真的完了。他一听到9.9分，还怎么弄啊？哦，张张。和张张约会哈。嗨。Hello。哎。会有想过是我吗？我想过。小葛太逗了。想过。对，然后我们干嘛？这边我其实有一点惊讶，你真的会我，你会猜到那只猫是你拿了那只猫。这个人心愿就是我很想变成一只猫吗？我觉得狗狗会很热情的回应你，但是猫猫就可以是那种像主子一样，像主子。小葛吓死没？你猜猜他们是怎么选的？我觉得小峰当然是选小叶了，然后七七可能选的是泽泽，然后范范也可能会选择泽泽，然后呢？他要把正正留到最后一个说。哎，正正。然后。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正正应该也是。哎，泽泽。全对，是不是很对？是不是很对？全对，我还是有点预言在身上的，我还是很对的。有点小狗血，所以那边是三抢一呀！啊，哇哦！我的天！然后我跟你说，咱们今天是什么？就是主题啊，暗黑，有一点点哥特。哥特。对，就是比较酷的那种类型。我给咱俩找一个特别容易的舞蹈，你知道吗？哦，那种很疯狂的。看看吧，看吧，我找的是不是比你的简单一点？不通过。看我的。这个得不是一朝一夕可以马上练出来的吧？真的。张张的表情。人家就是酷酷的女生，你要她这样子，这怎么受得了吗？我感觉他们都希望对方更难一点。这是会难吗？怎么说呢？要不先试一下吧。哦，张张就是大气。好，来吧。三、二、一，一、二。啊，他自己已经学会了。可以。嗯，可以再有，感觉他很有力一点。你看我来一遍。他在教学啊。他本来就会。有点那味道了吗？有点那味儿，有一点。他马会啊，他不会。再来一遍。他是怎么做到？因为他自信垮掉去的。右腿弓步，左腿弓步，就是这样子的。你好像那个尼古拉斯赵四呀。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这样子的。来吧，来我吧，偷偷来。你放下音乐吧。你不是连着蓝牙吗？你是你吧？是你，是你，是你。赌，赌，赌。来，你放。是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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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赌，没有赌。就是5、6、7、8，2、2、3、4。你把我走到这儿，然后走到这儿，然后突然这样。哇！我是男生的话，我心动了。我也是。哇！你想什么？推我脸，然后这样，然后这样，对，哦，不错不错不错，可以可以可以，是有点小难度啊。你为什么男的就站在那？
就是啊，你把手伸到这里。啊，我这么着。然后你过来，然后你过来，然后这样过来。对，对吧？过来，然后把你甩过去。你甩了可以轻一点，不要那么把我甩出去。不可以，我甩到那边。看过那种哎，把五班这举起来这样，就是飞到天空中然后接住那种。就你那点体力。轻一点甩。还行哎，他们俩的互动。我应该成个大背心儿脸的。我应该成个大背心儿脸的。哇哦！啥意思啊？给他穿。洗洗。很加分吗？嗯，加分的，加分的。对。啊，想看正正给张张披衣服。对，好，认真，我们认真对一遍，来吧。这个东西不要往，往这里。对，可以的。你的表情不要那么呆，就是狠一点啊。狠一点，就是凝聚着他们，就凝视他们。今天开始，凝视他们。五六七八。1、2、3。哎呦我天哪，太糟糕了。哦，还可以。然后这样，他真的很认真哎。对，而且他觉得他自己非常非常的帅气。你知道吗？然后走到这块的位置，然后再直接接下面动作。我不敢看嘞，我不太敢看。然后我走到这儿之后，然后你转过来嘛，转过来，然后我不是这样搭你肩膀吗？然后你就这么着往后，我们这么着僵的不行。你要像追债的一样，你就我看他是这样子的，你不要这样走。那我就正常走路，你就是就这种什么感觉？逼近的感觉。OK， 逼近的感觉。对。然后我这样子。然后这样子，然后。这样对，好高好高，不行，张张好危险，不行，我的心跳还在不在？这音乐真好听，这款，我不是这么着，这样，哎不是，哦对，来来行，然后手抬起来。这样，然后什么了？我忘了。回我来啊！我咋觉得他的淡定也是硬克制？我也觉得他是硬撑的。晚上回去跟那些男生说，我今天白天练武的时候，我今天有打羽上恋人未满了。对对对。啊，他应该是这一块。对，这一块。然后忘了什么？是。好难。左手保护你。我好想看他们的成品。转，对啊，成品也就这样。摇，1、2、3、4。哇，张张好帅啊！张张很好看哦，张张。哎。小张的眼神很棒，对，张张的眼神很棒，小哥的眼神更棒，完全空的，好累啊！哎哎，干什么？手干什么？你手伸到身上，你要打翻手？对，你会吗？我会的。来，哎，你不躲呀？哎，你知道很迟钝呀！哎，你知道很迟钝，等会儿。哎，我不，哎，我不，你放上去。嗯。你不要抓住我的手，你抓住你犯规了，你这个。他在意的是这个，玩游戏犯规了。他浪漫过敏吗？他。
我的天！他一脸不可置信。他主动邀请别的女生来玩，就是打人家。可以，来来。开始了吧？等会儿让我准备一下。开始了，来吧。你不能，你要在上面停留，你不能就是怎么着你也得两秒吧？两秒。哎，你这个作弊，你这忽悠我，你坏的要死，你忽悠我，你坏的要死，坏的要死。就正好放你。你抓住我这是干嘛？你作弊，你这是。我不敢相信，我不敢相信，他们竟然笑得这么开心。没有在浪漫吧？我觉得是有，我觉得有，我觉得没有浪漫，没有吗？没有，就单纯为了玩游戏，单纯想把对方手打肿。有一句话说得好，乱拳打死老师傅，这个真的说不好的，你也搞不懂张张这样的女孩到底什么样的男孩能驾驭。但至少我觉得看到她的笑脸比之前几期要多很多，还挺好的。睡着了。找啥？再打他一下，真的睡着了。瞄准时机。他要干嘛？好恐！你在干嘛？一定要 hold 住 ，hold 住。感觉像犯罪分子。哦、oh, 啊、oh, 是啊，他要给他加钱。我的，哎，没劲，洗不洗？哇哦，哥特风。哇，那个样子，这眼睛都看直了。好看。好看。哇哦！我天哪！姐杀疯了，哇，真的，哇，他真的太帅了，好酷，好傻，小果真的不知所措。保镖请，保镖请，走走走走，超拽，超拽宝，嗯，这个发型好看，真的是好看。下一个，哦，好帅好帅，要 QQ 炫舞，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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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换位置，换位置。哦，好近好近好近，啊好，三二一，谢谢，酷酷酷酷酷，他们赢我们太多了。张张，张张，你说的每一句话，你没有发现我都在回应吗？天，你忽悠我，你坏的要死，你忽悠我。小葛啊，真真，经过了，也经过了。哎，小葛，哎，最重要的我没来，其实发生还蛮多事儿的，是吧？我不是很喜欢浪费时间，我也不喜欢就是说把自己的精力放在已经没有结果的事情上。他觉得已经没结果了。对对对。哎呦妈！哎呦妈！我可以摘眼罩吗？不可以。张张张张这样子对着他这个，他看不到。
哎，他拼命想摘。我可以摘眼罩吗？不可以，不可以。他故意问的。慢点，慢点。他想别人用声音回答他。对，他想确定到底是谁。但张张刚开始不发出声音，因为张张不想让他知道。不要知道是我。又一段虐恋。完蛋，我磕到了，完蛋！你好磕，好像玉洁和天。没了哈，所有人里面只有七七和阿范。啊，七七又落单了。小葛不会有留言了吧？嗨 ，Pico， 哎，留了。我一直其实觉得你是一个有点腼腆的人，其实今天相处下来，我还是觉得挺愉快、开心的，跟你相处起来很自在、轻松。我是一个比较不太相信爱情的人，对于我来说，接受别人、了解别人，就是关于对于爱情，我觉得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这么深刻。但是。这几天相处下来，我觉得就是你很细心，然后我其实也看到了你的衣服，我应该穿个大背心儿练的。然后我愿意去，像蜗牛一样吧，伸出一下触角，我愿意去敞开心扉，去了解你在之后的旅行里面。所以我就想听一下，你今天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你发自内心觉得是什么样子的，我需要听到你的真实的反馈。他还是需要别人。然后就这样吧。对。我的留言里面有真实的反馈，可以听一下留言。哦。下一个张张吧。张张这一身也太暗黑了。嗨，你好，我是葛云坡，今天算是第一次和你相处，我不知道你对我的印象有没有就是不一样。老肖，今天我们说的话可以比前两天加起来都多了。总体下来，我是感觉很舒服、很自在，当然也很开心。哎，你这个坐边，你是忽悠我，你坏的要死，你忽悠我。我是比较喜欢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不知道这种舒服、很开心的这种感觉是。喜欢还是什么？然后我也不知道这种很开心的这个感觉你有没有？我想知道这种问题。就这样，拜拜。今天过得真的很开心。拜拜。完蛋，我磕到了。两个看不懂爱情的人在慢慢靠近。哦，你这么一解释。好好磕，好磕，好磕！我帮你。谢谢。我觉得我跟他相处的确实很像，很舒服自在，但我觉得是朋友那种舒服自在。哎，张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放心是吗？因为我跟喜欢的人相处的话是有点不知所措。你会选择我吗？愿意选他。你看他跟喜欢的在一起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会慌张，我会紧张，我可能会做的事我不知道说什么。但是跟 Bico 相处呢，我好像没有那种感觉。我不是这么着，这样。这样。哎，不是。OK。这样，然后手抬起来，
这样，就是还是小我太多了，就我觉得有点像在看弟弟，弟弟。哦，你看。啊。哎，这些可以喝吧？张张和小葛，小葛在那儿，大家都各怀鬼胎。他要是有一点回应，都是好的。很开心的这个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张张好像是真的没回应。对。哎，关下门吧，关下门吧。我知道怎么样去跟他，就是说那个相处，我已经没有说很逼着他或者干嘛干嘛了。其实我感觉我跟他跳舞那天相处的很好，过那天就直接打回原形。他太着急了。哦。这也在想招呢。喜剧人。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啊！我穿个外套，咱们走。走吗？哦，马上马上。哎，我们去那边吧，我们去那边有一个湖。对，我们是要去，我们家是不是就是要去湖边的？这么巧吗？我觉得那个湖挺好看的。琪琪、乐乐，他载了每一个人，兼职了已经。哎，哪有那种骑马环湖的呀？你想骑吗？我想在湖边玩一会儿再骑。嗯，好。全是拒绝的语言啊！哎，其实你帮我看一下我的眼睛啊，好像进沙子，有吗？单单一个毛啊，就是小毛。好像没看不见，啊、你自己就是揉一下，自己揉一下。哎，有一个睫毛。怎么了？进沙子了吗？对。有个睫毛。哦，嗯。哎呦我天，你俩能不能站这挡个分儿啊，哥？好好好，谢谢谢谢。刚张房间，你要热水是吗？啊，我要热水，谢谢。你要换泡药吃？我要泡一下药吃。没交流。他又累了，弟弟又累了。疯了，他要崩溃了。弟弟，嗯，我也是人啊。怎么样，刚刚搞和张张玩了吗？没有单独玩，行，就一起。我已经解开隔阂了，哥们儿已经好起来了。哎呀，这个凡尔赛，开心的小狗。无语。我要疯了。怎么？你说吗？就是，疯了又疯了。你懂那种感觉吗？嗯，就是一团纸，它是。比如说你点它嘛，是可以点燃的。嗯，你知道吗？嗯，常常就是一块冰，你再怎么点，都很难去点燃，很难去点燃，很难融化它。那你就融化它嘛。我现在就是把我自己做好就行了。嗯，啥？把我自己做好？我其实不用管。那么多，就是也不要让他觉得不舒服，但我只是尽我自己力就行了，我觉得。这边疯了，他是真苦，我能感觉到，因为身边粉红泡泡太多了。我反正我就是挺喜欢他的。嗯啊，挺喜欢张张。对啊，这小孩越挫越勇哈。反正我不管其他的，如果说有谁喜欢张的话，反正我就公平竞争。Hello， 不知道你会不会猜到是我？嗯，我觉得你是一个开朗活泼的女孩子，就好像你和别人相处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你是一个温柔体贴的女孩，但也看对谁。我记得你和我说过，你会像蜗牛一样伸出
触角和我一样接触。哦，那你知道蜗牛的触角一碰到就会缩回去。蜗牛的触角一碰到就会缩回去。真的是，我能感觉到你不是一个很容易能敞开心扉的人，很难有人能够真正走进你的内心。我能够理解你。我也记得你说恋爱在你生活中是可有可无的，但我自己觉得没有女孩子会拒绝或者讨厌被珍惜被爱护的感觉。不管怎么样，就都希望你能够和我自在的相处，我不会给你压力，也不希望给你压力。这也很好。哎，不错。我也是一个喜欢打直球的人。我其实对你挺有好感的，你不用在乎我的感受，尊重自己内心的选择就可以了。我就想知道真实的想法。今天就说这么多，拜拜。小葛也长大了，难题又丢给张张了。就是说私底下我会找你说这件事的。对，私底下我会跟你聊一下。张张懵，不知道。然后我就剩古城冒险了。其实这还用选吗？把三个都贴上。我觉得这种东西可能说不清，还是要当面去说一下。Hello， Because， 然后我是张张。我觉得我留给你是有很大原因的，就像是我们家那天相处嘛，就是相处很开心很自在。就像跳舞那一天，我觉得你那个人特别好。这音乐真好。就是没有什么架子，没有那么腼腆。不要垮掉。这个方面我觉得你是很好相处的人。但是某些方面我确实是有点 get 不到你的点。get 不到你的点。就像是我觉得你某些时候的行为让我觉得有点幼稚。坐不住了已经。就像是比如今天我和佩佩可能就眼睛里进东西了，然后你们就是在旁边看着，你们只是想在你们想关心我们的那个时间段里面，就是对我可能会产生一点就是额外的关心吧。没想到张张也想要明目张胆的偏爱。当然了，但是说实话，反正是到目前为止，我是真的没有说会产生过多的一些额外的感情，我是产生不出来的。有的时候，我是产生不出来的。好直接哦。我是产生不出来的，对。我对你的感觉，说实话是更偏向于朋友。他张张好直。可是这样也好。我不想说的很直白，我觉得对我们两个人也是比较伤害的。很直白了。挺直白的。很谢谢你这几天对我的照顾，就这样。肯定记得了，我生日都记得。get 不到你的，有点幼稚，额外的产生不出来，不知道该怎么想。对我们两个人也是比较伤害的，就这样。哇塞，这个眼神已经失落逼溢了。可怜的娃娃。就你觉得一个人变好了之后，但是他就马上就受伤了那种感觉。就是来了。你现在是不是有点其实是不开心的？提箱子。箱子是无辜的。我还好。关一下门吧。
也不叫不开心吧，我有点懵。就是听懂了又没听懂。我这么问你，你今天开心吗？我今天开心啊，确实挺开心的。那我想知道你那天舞会也过得很开心吗？我是开心的，就是那天是很开心的。但是对于我来说，可能这种开心自在并不是说我对你有特别多的好感在。明白。到目前为止，我并没有对你产生出额外的那种好感。就是还是会有点愧疚，有点抱歉，觉得。然后你的某些行为的话，会让我容易联想到我上高中那会儿十八九岁的男生的那种行为，你明白吗？挨骂了，我跟你说。你可以认为我很幼稚，就是你得搞明白，就是对一个人没有感觉的时候，其实他做任何事情都觉得是幼稚。那你现在是对我有一点好感的，还是？对，我先对你很有好感。对，我先对你很有好感。那我考虑的东西就会很多。那你觉得年龄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吗？思想。虽然看年龄的大小，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这个人思想是不是真的成熟。他俩快吵起来了。那我们之间就是三观是否合呀？对呀。但是你没有跟我接触，你怎么知道？完了完了。但是你看你刚才的，我觉得有机会我们可以单独相处一下。你这样子就是可能才会知道。这问题就是我是那种不知道该怎么跟跟我有好感的人相处的那一类人。所以你就给我感觉你就像是什么，把我们俩关系搞得很奇怪，然后感觉像是上了一层盾牌一样的。对。就是跟我相处起来，就是那种刻意的去回避一些东西，我能感觉到，我不是傻子，就我只是没跟你说而已。我希望我们两个人相处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那就是自然而然我们去相处，我不想说很刻意。是你把他想得很刻意，你知道吗？然后我现在就是我不想说咱们两个说绑死了，或是绑定了，或是怎样的。对，我知道你的意思。对，我是这个想法。所以他是想让张真把那个盾牌拿开，我们先得接触才了解我们合不合适。也对。我看你有点尴尬。你要不要拿个这个？你要不要拿个这个？拿个这个有点不自在，是吧？更安全感一点，这样舒服一点了吧？有一点。我真的我还是很怕尴尬。你跟我单独在一起，我不会让你这么尬的。我感觉，就是你们男嘉宾都觉得跟我很难相处，是吗？其实我跟你相处的时候，我觉得很自然。我觉得你那个人很好。我也觉得我很好。你这个让我怎么接茬啊？我没有办法接了，是感觉所有人都觉得我很难的相处。大家都把你当兄弟了，是吗？你没有觉得吗？先就我把你当女嘉宾了吗？我现在是这样感觉的。真的。那你不赶紧好好珍惜我把你当女嘉宾。哦，谢谢。我谢谢。谢谢张老师，谢谢张老师。我谢谢你，我谢谢你。是还蛮可爱的。其实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如果两个人待的时间长一点，会再知道对方是不是自己适合的。你觉得呢？可能到之后怎样啊，就是。那以后再说，我们顺其自然。被小葛说服了哈，小葛突然爆发了啊，一下子成熟好多，是突然之间对他想要追逐的一切，他非常有条理在那讲啊。对，小葛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打动我，他说其实不是我幼稚，是因为你没有那么喜欢我，所以你看我的行为觉得幼稚。我们听着都说好像也是，好像也是。有时候张张是一个正话反说的人。当真诚的东西去打他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办法回击他。对对，小葛很棒，长大。所以你们觉得他们会有戏吗？这么看起来，不可能。
还觉得不可能？不可能，我绝对没有感觉，就这一辈子都不会有感觉。我毕竟跟你在一块录了三季了，因为我对你的了解，突然觉得他们好有可能。